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波波汽水铺。喂，请问您是要订汽水吗？是呀，老板，气泡水。哦，在那边，随便选。有那么难选吗？其实我想选那个。哪个？这个。倒是来了批新来的。新来的怎么了？新来的就只配每天打印文件，重要的事情永远轮不到他插手吧？就不能给新来的一个机会吗？船长辛苦喂。我今天就想喝白汤喂。就不能给新来的一个机会吗？